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执着。什么是执着？执着跟固执有没有不同呢？执着又有什么不好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首先能不能请师父跟我们谈谈什么是执着，好不好？执着可能是固执，也可能不是固执。执着的意思呢，就是放不下，非常在乎，非常的介意，不管是对于观念的也好，对于人也好，对于事也好，对于东西也好，如果非常在乎啊。自己的想法、看法，或者是自己的立场，或者是自己的态度，以及呢，自己的这个身份，只要是啊跟自己相关的任何时啊、任何事、任何物、任何人，乃至于任何观念啊，你很在乎的话就叫执着，那就跟固执又有关系了。是，那不一定是有关系，但是呢也有的是有关系的。他们两个好像很难分得很清楚。有可以分得清楚啊。是，对于固执的话呢，就是说我的意见决定要这样子做，任何人呢不能够改变我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任何人给我建议啊我都不会接受，怎么样子叫我改进，怎么样子改正，我认为我自己是最对的，这叫做固执。这是固执己见。执着不一定，执着的意思呢就是心中牵牵挂挂的放不下，有的是执着爱情，有的是执着名位，有的是执着利益，有的啊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呢非常在乎的，在乎自己的这个帽子戴的怎么样啊，头发梳的怎么样啊，脸上长了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任何东西都非常在乎。非常在乎的人蛮痛苦的啊，样样东西都很在乎，那这个人就是经常在紧张中。经常呢没有办法把自己啊休息放松，这是一个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病啊。所以是在佛法来讲呢，执着是个我的，以自我为中心，非常在乎自己的厉害得失，以及呢自己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那还在乎人家对自己的想法、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念，这个不一定是执着，不一定是固执，就是希望人家知道我自己，非常在乎人家有没有知道我自己，或者是呢，我非常在乎，就自己啊非常在乎这样这个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他们。有了发生了什么事了，怎么样了？比如说，一个母亲对她的孩子啊不放心，孩子小的时候不放心是有道理的，已经成人了，已经结了婚了，甚至于孩子也生了孩子了，老是还是把孩子当成了小孩子一样的看，怕他出门的时候呢，这可能这个走路不小心啊。有可能的衣服啊穿得不够暖啊，孩子已经做了父亲的，但还在把孩子当成孩子来看，这也叫执着，非常在乎就是。可是师父，执着是不是也有好的一面？因为我们常说择善固执啊，如果一个好的信念，我们也很执着的去做它，是不是也是好呢？难道执着都是不好的吗？这个执着两个字不能够把它解释成为毅力啊，也不能把它变成解释成为意志，
啊，这个意志是毅力啊，意志啊，恒心呐、啊，所谓决心呐、啊，是另外一回事，而不是啊执着，啊，你就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坚持着自己的愿力，坚持着自己的努力的这个啊，方向或者是呢，这个条件，那很好啊。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志向，而且呢，持之以恒，这不叫做执着。那有很多人叫做执着，把它也叫它执着，那如果一定要叫它执着，那就是这种执着是很好的。所以就是说，执着跟这个师父刚刚解释的这些都是。是不一样的。那么执着本身是一种在意，过分的在意的话，就像师父刚刚说的，会让我们常处在痛苦里面，不能够放松。执着就担心，执着就是在乎。如果是这个意志力，那就是持久，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心愿，这非常好的啊。如果你要把它解释成这个好的执着，那也可以的啊。是。我们一个人呢，人不能没有没有志愿，人不能没有方向感，人不能没有毅力，有的人说这个也就是执着，那应该就是说这个是好的执着吧。那如果说是执着的根本没有道理的，只是执着的让自己痛苦。让人家也痛苦，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在家弟子啊，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他的母亲是80多岁了，老是把他当小孩看，本来他母女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这个孩子啊出去只要1个小时、2个小时没打电话回来，这个妈就要打电话了，这个太痛苦了，后来就干脆就把他的母亲啊送到老人院去。那这样子一来，把母亲送走了，好像也很残忍哦。我说，眼不见为净啊，可能还比较好一点。继续来谈一谈执着。那在上一集里呢，师父为我们开示说，执着呢就是因为有我在。那么我们也常听说佛法里面有一个词叫我执，那么执着跟我执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在请教您这个谈我执之前哈，我想请教一下师父，在上一集里师父说执着呢就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可是我们也常知道，叫择善固执，或者有一种他是非常坚持原则，那这样子是不是好的呢？或者说坚持原则本身也会带给我们痛苦？坚持原则应该照道理是正常啊，而且应该受到鼓励的。问题是说，你这个原则究竟是真的是原则吗？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偏见呢、这是一个问题了啊。如果说是这是你自己的性格，就是对任何的事啊，就是啊，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做法，任何人给你建议，给你商量，你都不容易接受，甚至于你会伤害人，因为你要坚持原则，实际上不是原则，而这是你自己的偏见，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而跟人家不一样，你不愿意听一听人家的意见，也不愿意为人家设想一下，而这晓得你自己，这就是我执啊，是，这是很大很大的一种，我慢的一种执着，认为自己的考虑，自己的做法
自己的想法是最正常的，而最正确的。任何人要给你一点建议或者是啊要改变你，永远不容易改变的、啊、嗯，那么像这种叫执着，而不是坚持原则啊。是，所以坚持原则的意思、啊、是对于其他的人多是能够啊可以接受的，甚至于现在的人可以接受，那未来的人也可以接受、嗯、那过去曾经也被人家接受过，这个叫做原则了。是，还有呢，一个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做事有做事的原则。这做人的原则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保护自己，这是非常重要，可是你不要伤害他人嘛。你尊重自己，你只要也要尊重他人嘛。你自己那个得到利益，也希望人家也得到利益嘛。这个是啊，说互利的立场，那这个就是这个原则是对的。如果你坚持原则，老是为自私而坚持，为的少数的人而坚持，你的想法或做法，那为了一时间你自己的方便而坚持，这不是坚持原则，是，这都是偏见了。就是执着了。是，那当一个人自以为是坚持原则的时候，他有什么方法来可以分辨说他坚持的到底是原则呢，还是偏见？如果自己知道是偏见是原则，那我相信他会放弃他的这个偏见，而去啊来掌握原则。多半的人不知道，多半的人不是自相固执，而执着他自己的偏见为原则。那如何的让他知道呢？是，就看一看其他的人感觉怎么样。你做一样事情做完，正在进行中，或者做完之后，看看其他的人的反应如何。其他人呢也很愉快，那表示说你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呢，多数的人很痛苦，甚至于每一个人都就很痛苦，只有你觉得你自己的原则是对的，那这个原则是偏见，那不是大家的这个共同的。所以大家的共同的或者多数人的这个想法或这个意愿的话，那就是原则。原则并没有一定的，原则也可以因时间因这个区域环境啊而有所改变的啊。但是呢，唯一的这个不变的就是说，对人对己都很愉快，大家很愿意接受，那应该这个应该是个原则。是，我们知道这个佛法里面也常提到我执啊，那么执着是不是我执是不是就是一种执着，或者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什么异同？我这是跟执着是同一个东西啦，执着是我在执着。那就是我执了，因此，如果放下了这个自我的中心之外呢，执着是不存在的。我放下自我中心，那任何事情都看得很开，看得很淡，能够放得下，而且呢，能够包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那当然自然而然没有执着了。执着的原因就是。我，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是。那么，自我中心的这种我执，又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影响，或者是烦恼呢？那太多了。你自我意识太重，自我的中心太强，一定是啊，棱角很多，处处都是棱角，处处啊，都是啊，这个尖锐的，这个。你的性格，或者是你的想法，你的坚持，那就是不会这不圆融，所以做人呢，有的往往有人说我们要这个什么内方而外圆，自己内方就是原则，外圆呢可以不要伤人，
紫金内方，也就是说紫金一定有一个尺寸，一定啊要做一个人是怎么做法。可是呢，需要变通的时候，你不要执一而不变啊，不能够摄骨而不化了，一定啊要有一些方便的这个善巧的技巧，或者是呢转一个弯，或者是呢讲话的时候不是那么锐利，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会让人家感觉上你这个人哇跟你相处跟你谈话都会受伤。执着的人呢，心里挂碍很多。那么过分我执呢，常常也是因为棱角太多，刺得别人满身是伤。那么怎么样消除执着和我执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那么在谈消除执着之前啊，我想先请教师父啊，就是我们常说无爱真理，但无爱无失，但无更爱真理。那么对真理的执着，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呢？其实。所谓真理也是一个假象，我们这个世界根本没可能有，不可能有真理啊。今天的真理就可能就不是啊明天的真理，西方人的真理不一定是东方人的真理，特别是宗教上的一种执着的真理啊，往往啊这个宗教的认为真理，那个宗教认为那个是魔。那哲学上的真理也是一样的，哲学上的真理啊，这个哲学的这个学派相当多啊，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为止，有所谓现代哲学，有后现代哲学啊，这些思想都是呢，就像这个长江作为前浪啊退后浪，或者是后浪退前浪啊，不断地在这个啊，也随着时代的环境的变动啊，而在变化，所以是世界上并没有真理真理的。如果说是一定要说无爱无失无有爱真理，只能够说他暂时间呢，他坚持一种原则一种想法或者是一种哲学的观念啊，那么这个呢说完全是错的也不能这样子讲，因为任何一个哲学思想或者是科学的一个原则啊，科学的一个这个方程式或者是什么啊，但是呢这些东西暂时好像是对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又有另外的新的更好的这个观念或者是呢方法出现的时候啊，它旧的东西又变淘汰了，所以执着只能够说一时间呢你现在还没有更好的东西之前可以说你这是好的吧，你不要说这个这是永恒的永远的一定是啊不变的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真理，世界上是没有的。可师父刚刚说就是说有的宗教的这种教义啊也不是真理啊也是会随时代而变，那我想到就是像我们佛教徒很执着于佛法，认为佛法就是真理，那这是不是执着佛法也是一种执着呢？是相对的，在不知道佛法的人反正没有懂得佛法的人，我们一定要讲佛法是最好的，佛法是真理。如果已经知道佛法的人已经用佛法而且呢用得相当神熟的人，就告诉他佛法这是一个方便而不是啊绝对的永远的让你抱着不要放的一个东西。那在《金刚经》上有一个比喻啊，所以一个人要过海或者是过河流，你要渡这个乘一条船，或者是呢乘一个舟筏，或者是什么木筏啊。那你过河的时候需要那个东西，所以你坐在上面是
抱着他也好，坐着他也好，那是撑着他也好啊，那是应该的啊。可是呢，你过了河以后，老是不下船，老是待在船上，就抱着那个木头，抱着那些坐筏，那就永远上不了船，上不了岸的。所以一定要把那个船放下，才能够真正上岸。因此呢，佛法讲真正的解脱的话，要把佛法放下，连佛法都不要执着，连佛书说的任何道理全部放下，这个时候那真正的知道解脱的，那就是啊，所以自在。那因此呢，对佛法的执着呢，可以说是对于凡夫，对于愚痴的人，对于需要执着的人，让他执着佛法。但是呢，已经呢用佛法用得很好的人，叫他放下佛法，然后真正值得解脱。是，所以这么说来，佛法只是一种工具。佛法是一种这工具，对。是，可是那么这样子过分的不执着，是不是也会导致心无定见呢？不执着跟心无定见之间，是不是也有差异性？不一样这个不执着是要经过有执着的阶段的，一个是呢执着自我的个人意见，那是我们要把它放下来的，放下自我意见的执着，然后这个是偏见，然后执着是为真理。那佛法也讲的，比如说常乐我净，或者是啊，这个讲的这个苦集迷道，讲的呀生老病死，讲这些道理，我们把它当成真理看。但是呢，你已经用这些真理，用这些道理呀，来帮助自己，来帮助他人之后呢，你不要再认为这个东西呢，永远呢是你抱着不放的东西。那应该也把它摆下来以后啊，你才是真正的解脱的。这个并不是说没有定见，有定见，一个定见，这个定见呢，这是一个层次，一个过程，要有。那么过了这个过程，那这个定见也要放下，那所有的定见通通放下之后，那你才是啊真正所以自在，所以自由。那有没有定见了呢？还是有，以众生的想法为想法，以当时的环境的想法为想法，这个叫做随缘度众生。随缘度众生并不是等于说是执着，而是呢在不执着之中有它的一定的呀原则，那就是坚持原则了。师父，我听得越来越糊涂了。那你说以众生的以众生之见为戒，那我们知道说众生有的时候是愚痴的，那我们也要把愚痴之见当作我们的见解吗？问得太好了。愚痴的众生呢，他们虽然是愚痴，可是呢众生的不是某一个众生，而是整体的众生的共同的需求。但是众生也许自己是不知道的，自己不知道要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观察了以后会很清楚的，所有的众生是需要什么东西，或者这个时候这一般众生需要什么东西，我们恰到好处的给他。要继续来谈执着。那么根据师父在前几集的开示呢，到了最后真理原则佛法都不应该执着，那么究竟该怎么样的消除执着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说这个原则真理甚至连佛法都不是永恒的都是阶段性的，然后到了最后都应该要消除，都应该不要执着。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去除这种执着呢？去除执着主要是一个是从分析来去除，另外一个就是从体验来去除
所谓从分析，那是从理论的观念的来看，嗯，那就是我们讲因缘法，因缘一切的这个现象啊，观念也好，现象也好，不管是人啊、事啊、物啊，都是啊，许多许多的因缘呢、啊，凑合起来，就成为一桩事实，或者是呢，一个观念的形成。那不是说突然间呢，或者是呢，永远呢就有一个东西，或者是不变的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所以是任何世间的现象，包括啊生理现象、心理现象，以及呢这个自然的社会现象啊、自然现象啊，全部都是呢因缘所成的。既然是因和缘相加，也就是说许多的因素啊合而成的东西，这都是不实在的。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观想，或者是从这样子的一种体一种理解的话呢，我自己自我也是一样，自我所执着的对象或自我的中心的构成，嗯，也都是呢因缘所成功的。今天的我可能就不是昨天的我，嗯，今天比如说我跟陈小姐你两个人对谈谈话的时候，我的一个新的观念给你，你过去从来没有听过，那得到我这个新的观念的想法，你马上把你的观念就肯定转变。那我们这个电视这个前面的诸位观听众也是一样，听到我们的有个新的观念出现，你自己的想法跟昨天可能就想不一样。是，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跟以前好像就差别很大，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是真的是换了一个不同的人。是，那么因此呢，就是你可以体会到你就不需要执着，任何一个阶段的任何一个这个时间或者是呢地方人事时无地，这些东西啊都是因缘所成，只要有一样东西变，它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都会变，所以你不要执着。但是呢它当时的存在，当时的现象是有的，并不是没有，但是你把它当时的现象，就是说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是现在的，等一会儿可能就会变明天也会不是一样的。像这个花今天好可爱啊，到了明天它就谢掉了，不可爱啊，可能要换另外一朵花来了。那我们不需要对这朵花好执着，它那花开花谢，那这是自然现象，不需要太多的呀这个执着放进去，那个就可以没有执着。这是一种啊观念的分析的另外一种体验的。嗯，所以我们的体验呢，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过程，人的生命呢从小一直到老到死为止啊，经常呢都在接收许多许多的讯息，自己的这个样子也在变，自己的观念也在变，自己的环境也在变，甚至于自己的身体啊这个生理也在变一说女人小孩这个本来是啊这个小女孩，然后呢少女，然后呢少妇，然后呢变成中年的中年妇女，然后甚至于更年期，然后变成老妇人这不断地在变呢。你所执着的究竟执着哪一个？这自己体验了嘛，这自己体验的过程，如果是老是啊已经到了80岁，老是抱着你只有16岁的时候的那张照片，你说这是我，究竟是16岁是我呢，还是80岁的是我？其实都不是，不需要执着。嗯，这个16岁的时候那是已经过去，80岁现在也会过去，不需要执着。那么这个是体验的，这个是一个身体上的生活上的体验，然后才从心理上的体验。我们观念呢不断地在变的，如果说观念不变的话，我们受教育就变成了没有用。是，
我们受教育，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受到父母的影响，受到老师的影响，然后受到时代的变迁的影响，我们的观念也在变，不断地在变。那究竟是什么时候的观念是啊自己？其实没有一个观念属于自己的，都是从外边接收得来的讯息相加，然后呢成为自己的一种想法。自己的想法会变的，昨天的想法从今天的想法是不大一样的。昨天你对这桩事情的看法，跟今天你对这桩事情的看法可能会变的。如果永远不变的人，这个人是个死人，这不是个活人。那所以说呢，有的为什么这个两代之间有代沟，原因就是说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他不接受新的讯息，对新的时代的环境的观念和现象啊没有留意，没有好好的去留意和学习和接收，结果呢对年轻的人的想法都就不知道了，有了隔阂，有了隔阂就有代沟。这是也是个体验啊，用这种啊生活上的体验，用心理上的体验，这个用生命的体验呢、啊、来证明我是没有的，执着是错误的。师父提到，用分析法还用体验法可以消除自我中心，去除我执，但是生死的我执、生死的执着要怎么破除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很多的执着都比较容易破，那我想生死的执着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是很难看破。譬如说不久之前就林肯大郡的这种灾变，我想对很多的亲人来讲他们就看不破。那么不晓得师父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破，或者怎么来看破这种生死的执着？叫人家正在啊生离死别的状况下要看破，这个可能也太残忍了，怎么能够叫他看破啊？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啊，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属啊，死亡啊，心里当中还是舍不得的。怎么能叫那个说啊，家属死了就死了嘛？这个花开花谢，这好天下雨是正常的嘛？死了就死了，如果这样子讲，这个人太不近人情了，这个不像人。那就是说这个人间也就是太无没有意义了因此呢人对于生与死的一种体验呢、往往也是啊使得我们增长智慧的，也是呢能够往往啊能够使我们能够面对现实的环境的。那个生与死的这个关卡，很少人能够啊说若无其事啊，不可能。你就拿我来讲的话，我已经出家这么久了，当我回到我的出家，见到我的父母的坟，我也会流眼泪。照道理，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几十年了，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母亲过世，我没有看到；我的父亲过世，我也不在现场。那几十年以后啊，我好不容易回到了我的这个深深的故乡，那看到了父母，这是一堆坟，而没有人呢。这个时候，
自然而然心中啊会有一种就生死的一种距离，好像很近也好像很远。嗯，所谓很近呢，他就在我面前，我在印象之中的父母，我小的时候这个父母的印象在我面前，在我心里面呢非常的清楚清晰，但是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父母的坟就在前边，但是呢他们老早已经变成了骨灰了，那跟我距离是很远，这很远很近的这种感受啊，在刹那之间是融汇在一起。这个时候所以生离死别的这种情景就在我的心里出现，所以是也会流眼泪。那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一点感动都没有，那不是人啊。那也许我因为还没有这个得解脱的关系啊，可是呢我不会嚎啕大哭，我不会的怨天尤人，我不会的觉得我自己呢罪孽深重，我不会就说父母啊你怎么娶得这么早啊，不会这样子。这是呢感受上啊这个一种感情的存在还是一样的啊。所以是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了佛了，他母亲生的天他还要到天上去报答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也回到故乡去啊料理他父亲的后事，也是在这个生与死之间啊的一种啊感受，就亲情的一种啊流露。这个已经是佛了他还是一样的，但不过呢不会像一般的人呢这嚎啕大哭这种情形是没有的啊。因此所以是从生与死的执着的解脱呢就是要从这个无常这个观点来去看它。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注定了有死亡的这个事实会出现，不可能说永远是活下去的，那这是说我们面对着生的时候就晓得无常会出现的，随时准备无常的来临，什么时候来谁都不知道。死亡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不一定是小孩子，是大人老人不知道是多大年纪会死亡。可是呢我们如果说学了佛的人呢、啊、了解佛法，所以这个无常的一个事实啊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发生不晓得，但是呢随时准备它来吧，随时准备它来，那来了的时候不觉得突然啊。我今天出门会不会遇到车祸我不知道，但愿不要有车祸临到我，但是呢车祸遇到我叫我死了我已经准备好的，那这个是我已经准备好什么，我随时准备可以死，为什么准备死啊，我今天不死到老也会死，什么时候死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什么时候死那更好了，那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那就是从无常的这个观念无常的这个事实能够接受它能够面对它的话对死亡的执着对生命的执着啊会看得淡一些，如果完全要没有生死的执着那是解脱了的人，那是个圣人，那不是普通凡夫。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嫉妒。当你觉得别人比你好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称赞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您心里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呢？若会的话，那么您可能是在嫉妒了。嫉妒心因何而起？那么嫉妒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人常都有嫉妒心，这个嫉妒心到底是因何而起的？
就是第一个啊，可能保护自己。第二个呢，人家得到自己得不到。第三个呢，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说，在这个习性呢、啊、是这个样，就是习惯性的。我想习惯性的妒忌啊，任何人都有啊。嗯。不要说是人，连动物也有。不要说是大人，小孩子也有。对，我觉得像我的女儿啊，现在3岁，然后她有了一个小弟弟啊，她就很嫉妒，没有人教她，她就很嫉妒。我抱弟弟的时候，她就不高兴，所以这个嫉妒心可能是天生的吗？这个天生的习性，这是就是人家有自己没有，或者是自己有而人家来分享。都会呀、啊，有嫉妒心出现的。我刚才讲说是保护自己啊，嗯，自己有，这是无限制的，就贪得无厌了、啊。比如说你刚才讲，你的小女儿和你的一个小儿子，嗯，那个小孩子他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觉得妈妈应该是100%是属于他自己的，不应该。来一个弟弟啊，占有了他的时间，占有了他的爱，因此嫉妒心就出现了。他不知道这个叫做嫉妒，嗯，他只知道说，哎，这个是我的，你怎么你哪去了呢？嗯，这是我的妈妈，怎么是变成他的妈妈了呢？这也是一种啊、天然，我们叫做习性啊。说完全是不好，好像也不一定。是啊，嫉妒心也有好的地方吗？也有好的 啊。嫉妒心，就是如果说人家有自己没有，那为了嫉妒他，那希望自己也能够有，好像自己的学问不如人家，那我嫉妒他的学问，那自己成长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学问能够培养得更好一些啊，嗯、那。这个嫉妒对自己是一种成长，可是呢，相反的啊、嫉妒对于人呢、啊，对于己啊，这个有利的少，而是有害的多。嗯、是，那么嫉妒对一个人到底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嗯，不利的影响蛮多啊。嗯，第一个，你嫉妒他，他也嫉妒你；第二个，你嫉妒的人呢，你心里边很痛苦。是。我们叫做就是嫉妒，叫它是一种火，嗯，是一个妒火，对，妒火中烧啊、妒火中烧，你嫉妒人，这心里很痛苦，不知道如何的能够啊，这个不是报复，而是说如何的能够把这个人压下去，他能够得到的，为什么我得不到？但是呢又办不到，那因此呢一直记恨在心，嫉妒就变成记恨，那这对自己啊那伤害很大，嗯，而且呢对于他人来讲的话，你嫉妒心强的人呢、啊、人家都怕你，嗯，你也没有朋友。比较心重的人是不是他的嫉妒心会强一点？比较性重是应该是如此了哈、哦，看看比较什么，比较是自己的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程度，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跟人家比较的时候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成长，倒不是一定是嫉妒，是这是不如人，这个我怎么样都比觉得怎么样比不过他，我希望能够多一份努力，多一份努力能够赶上他、嗯、那不一定是嫉妒，是，所以就说比较心有好的一面，可是呢如果你往不好的一面去发展的话，就变成嫉妒了。是，对，师父刚刚说是嫉妒的人自己心里会很苦，事实上又完全没有效果、嗯、有什么效果呢？你嫉妒了以后只有你自己痛苦，人家知道了以后
你反而失去朋友，甚至其他的人都怕你，晓得你是基督鬼，那个信量大一些，应该是更好一些啦。人家的好应该赞叹，人家比自己好应该觉得不是羡慕，而是赞叹他，是，而是觉得赞美他，那是非常好的事，那是个美德。妒忌不是美德，是一种缺德。是一个嫉妒的人呢、啊，会很丑。这也许面孔上你扮演得很好，你心态是丑的。然后呢，嫉妒的人呢、啊，这个面容也会渐渐会变形。这个声音也会变调。所以，这个现世就能够受报受果报，为什么？因为嫉妒的人，你这个你会扭曲嘛？你扭曲你的心态，扭曲你的面孔也会扭曲。你扭曲事实，你扭曲这个你的心态扭曲，你的面容也是扭曲，然后你处理事情也会扭曲。是。你看这个世界呀、啊，这个扭曲的世界。嫉妒呢会让人变丑，而且嫉妒者他眼中的世界是扭曲的，所以说嫉妒对一个人影响很大。那我们究竟如何来去除嫉妒心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上次谈到就说嫉妒别人的人呢自己会变丑，而且他眼中的世界是整个扭曲的哈。我以前也比较会嫉妒别人，所以我很了解那种嫉妒别人的滋味，真的是很不好受。那师父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现实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就嫉妒到底对一个人的危害有多大？陈小姐说过去你曾经有过嫉妒的经验，其实呢我们任何一个时间都可能产生嫉妒的这种心态出现，自己不知道。除了是个圣人呢、这种嫉妒的这种心态才不会出现，否则的话多多少少淡淡的一种酸葡萄味道的那种感觉还是会有。有啊，就觉得这个不是自己而是他。虽然我可能还会说恭喜你啊，真是你这个你很了不起啊，不容易啊，非常这个我也觉得很光荣啊，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啊。其实心里边已经有了嫉妒的心在里头，这个嫉妒的心是非常淡而非常的轻微，但是总觉得哎呀，这为什么不是自己？对呀，不是自己要是他呢？也许有的人根本就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子的美誉的，自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成果的，但是人家得到以后总还会讲几句说没什么了不起，他没什么了不起啊，他的背景好啊，他这个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培养的他好啊，或者是呢他的关系好啊，还有人说他升官完全是靠拍马屁得来的。对对，那有的人说因为他家里的家庭背景好啊，就拍马屁来的当然也有了。那么像这种情形呢是不是那些比自己好的人都是这样子呢？不一定啊，有可能是拍马屁来的，有可能是家庭背景来的，但是人家拍马屁成功了，你怎么没拍成功呢？人家家庭背景又这么好，你为什么没有呢？人家有受到这么多的人所以贵人帮助，你为什么没有呢？所以自己没有得到就觉得对不起，就放不下，觉得好像心里面有一种酸酸的味道，这就是妒忌心啊。但是呢我曾经呢遇到过有一个先生啊，他自己本来呀、这个他这个老板呢试探他，问他说某某同事啊，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个老板本来的就是试探他这个人呢心量如何，
问这个人的心量如何，就是试探这个人的心量如何，就是我认识的这位居士啊。那他自己呢想来想去，老板问他这句话可能是要提拔对方那个人，是他的同事，他心里很想说那个同事啊是不错的，很好，这个平常的工作啊、心态啊、对人呐、啊，这个都非常热心，很优秀。他很想这样子讲，但是呢，他一个念头一转，他说：“如果是这样子一讲的话，可能这个老板那个心里边只有他而没有自己了。”因此，一个念头一转，就这样子讲。那个人呢，平常是不错了，表现都很好了，老板可能你也看到了，不错的。不过呢，同事之中有一些人呢，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好，但我也觉得他非常好了，但他有时间他会妒忌我啊。这个人呢表面上是不错的，工作样样都很好，就是差一点呢，可能在人格上面呢稍微有点缺陷呢，这个他这么一讲啊，这个老板心里有数了哈，这个就是考验他的。那老板讲呢，他说一切都知，他说我也知道了，谢谢你了啊。结果这个提拔升级的不是他，而是那个同事。他如果赞美了那个同事，这个老板他会可能就是用他，这因为这个老板想要用的一个人是胸量很大的人，心胸这个开阔的人，能够容纳人的人，能够赞美人的人。这个老板需要用一个能够替他用人的人，替他包容人的人，因为这个职务相当重要。那么他这么一讲啊，这个老板觉得这个人的心胸狭小，还是不够资格啊，不够资格，所以是结果没有用他，而是用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讲人家不好，妒忌人，结果适得其反，他自己倒霉，受害的是自己，受害自己。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假设有妒忌心出现的时候啊，马上转过来，希望，就是，对方或者是另外的人呢，得到好处，得到利益，那他得到利益，就是我也觉得很高兴呐，我也很欢喜啊，那么赞叹人，成就人，替人家抬个轿子也很好啊。是我们常常说送佛送到西天去，自己不是佛，可是送了一尊佛到了西天，这自己的功德很大啊。让人家先成佛，自己虽然没有成佛，自己也不错啊。那如果以这种心态来讲的话，那这个妒忌心就会有了。是，那么师父也说，嫉妒心它有时候也会有好的一面哈，就是说能帮助自己成长。那么怎么样利用这种心啊，就是化解嫉妒心，然后让自己成长？要常常说感同身受，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受到赞美，自己觉得好像就是赞美自己一样，不管是谁，这人家得到利益的应该赞叹的，这样子的精神，那就你就不会啊想到是妒忌他，而要赞美他。虽然不是自己得到，可是他能够得到了，就是我们整个团体里面的光荣嘛。